今天呢我們呢特別嘉賓就很厲害的，那個嘉賓怎樣厲害呢這樣、okay. 就我怕他會爆我的腎添啊，喂什麼料啊這位師傅，喂這位觀眾麻煩麻煩，是啦個嘉賓來到的，個嘉賓來到的，是啦是啦，那你老闆老闆等一陣什麼事啊，參加比賽，參加比賽銅鑼灣門面歌王是嗎，那個姜你在這裡立即唱，我看你唱成怎樣，等一陣來吧，我們有請 Kevin 仔，黐線先，大家都是 band 仔啦，係嘛？點解咧無啦啦咧鼓手，而家搞埋唱歌添？嗱，搞時裝我哋知嘅。因為喺網上拍咗一個叫做《玩爆你個腎》嘅節目啦。係啊係啊。跟住就我幾驚你今日爆我腎啊，大佬！會 friend 嚟噶嘛？走廿隻獅子入嚟都唔算。friend 嚟噶嘛？俾啊有人打我，喂Kevin 啊，我老細想見你咁啊。啊，你老細邊個啊？我老闆我們有間有新公司啊，叫做太陽啊。哦。跟住太陽，咩公司嚟啊？你哋唔知完全唔知啊。見你咁啊，好好彩，但佢就見到，跟住原來就係Alex 拍嘅。咁好啊，去到舊年好好彩咧，就喺Bon Now TV 拍咗個旅遊節目啦。咁就諗住咧，即係我諗住好有 plan 咁樣，哇！好到時有個旅遊節目就自己去玩啦。自己對 band 唱埋個主題曲，點知就散咗啦。哦，散咗，跟住咁就，唉，百里個街不如就自己搞啦，自己搞啦，唔好咁煩。咁就嘗試去自己搞，跟住就唉死就死啦，唉唱到唔好，唉算啦算啦，唉慳翻段時間，因為要出啦，好好講啦。咁就唱咗，跟住就唱咗之後就，咦，其實好似幾過癮喎。揾啲歌仔俾我唱下，咪就係想咁樣唱下。Everybody 跟我唱句，大大力咁整多句夢，哎呀呀耶耶，再唱多十句。不如咁，我哋邀請佢出嚟，真係好啊！喺度 rap 一次，好啊！咁嚟啦，嚟。我想講，而家啲後生仔咧喺網上咧就噼里啪啦咁樣好多嘢講，一見到一出到嚟咧就好怕醜，嚟快啲過嚟啊！friend 嚟噶嘛？細個食過煲仔，睇食過燒米，仲有同記者河比食過紫薯，唔好嚟。耶！俾你嗱，你唔好走，頭先我見到有啲口噏噏嘅，你出嚟，嚟啊嚟，過嚟啦，唔好怕醜啦，唔好怕醜啦，嚟啦，過嚟，過嚟，我哋一齊睇住佢啊！俾啲掌聲佢哋啊嘛，好大勇氣啊！傻佬先走去減磅前食。一車兩包在山天包，我天生咖啡貓。肥仔先得我靚仔肥妹，天生天際最好睇，係似電單車先最正。我識班兵叫蘭姐，叫靚叫又靚聲肥分，好多騙人佢都驚，自信又好心使笑贏。我天生都薄技，乜都薯條，男人送一燒金牌的肥牛，紅色可樂菠蘿油，一男食個拉麵，華仔食公仔麵，仲有美心油雞髀，食咗先算無理。喂，嚟緊會唔會有多啲新歌啊？其實應該都會有嘅，係啊，係啊。仲有咩搞緊啊？嚟緊多年咁。嚟緊我諗，我希望即係都 keep 住，即係有啲音樂做下咁樣。因為譬如即係我即係其實最大原因即係我肯。即係離開個 comfort zone 去，即係冇乜冇選擇地去要咁樣去，即係出嚟拋頭露面唱歌咁樣咧，都係因為我都想 keep 住做音樂係。喂，今日多謝曬 Kevin 仔。thank you， 多謝各位。多謝曬，多謝入場嘅觀眾啦。Hello， 我係 KB 啊，你哋而家睇緊嘅係 Uncle 雞爺嘅 Groovy Saturday， 個 Groovy 好有 groove 咁樣講。